我们看了那么多蜡像，现在是时候我们到曼谷的海底世界。这里呢是全东南亚最大的水族馆——暹罗海洋世界 （Siam Ocean World）。走吧，我们继续看看海洋世界。位于 Siam Paragon 购物中心 B1 及 B2 楼层，面积高达10,000平方公尺的暹罗海洋世界，展出超过30,000只以上，一共400种海洋生物，包括了海豹、蓝圈八爪鱼、飓风指鲛、巨型蜘蛛蟹等等，是大人小孩同欢的好去处。暹罗海洋世界分别为神秘奇异生物区、开放海洋世界区、珊瑚礁区、雨林区、岩石海岸区、生物海洋世界区以及水母区7个主要区域。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，你还可以和鲨鱼一起潜水、喂食鲨鱼，在水族馆内漫步，以及观赏 5D Cinema Extreme， 就是看立体动感影片。我是说 5D 哦，我现在去看。